天气尚未恢复实力，后池又未能完全觉醒为上古，天赐良机，本君绝不能错过这大好的时机。住手！大哥，那鼓是我敲的，妖族并未入侵罗刹地。对不起，我也是为了救人。景剑，你疯了！你竟然帮妖族！大哥，退兵吧，不要逼我动手。妖神今日大闹苍穹之境，仙妖两族再无回旋的余地，灭尽妖族，除我仙族大患。大哥，不要一错再错，妖族也是万物生灵，为何一定要赶尽杀绝？让开！灭妖亦是母神的旨意，可仙妖和谈也是父神的旨意。你和父神一样无用的仁慈。天后息怒，若不是目光，此刻他二人早已被本君拿下。滇晚还有天兵把守，若是被他们发现了，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您说过的要如履薄冰。本君这是怎么了？竟然控制不住自己的魔气，六万年的福气，我也不想让目光生气。只是他那性子实在是可恨，做事情优柔寡断，满口的仁义道德。有他在，本君如何对付那些真神？若是让天启钻了空子，让白绝知道曾经月迷被害的过往是因为我。本想在婚礼上杀了天启和后池，谁成想弄巧成拙，竟然意外让上古复活，真是失所。不过天启尚未恢复实力，后池又未能完全觉醒为上古，天赐良机，本君绝不能错过这大好的时机。凤女，天后，这你且按我的吩咐去做，出了什么事情由我担待着。若是天帝怪罪下来，说起来月迷之死不过是一场意外，六万年的福气，目光不会重罚我。若是他真的知道我坠魔，我也有法子应对。是。